么是江湖？有女人的地方就是江湖。要么娶我，要么死。你神经病吧？我连你名我都不知道，你让我娶你？我叫丁秀，你亲了我就得对我负责。负喜悦，滚！嗯，这还有一个娇滴滴的姑娘啊！哎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杀人劫财，啊，还劫色？哎，还有没有王法？今日本大侠就替天行道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重新来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给我上！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滚，要么死。我不是说好两个选择吗？如果放了你，怎么对得起这些仆人？多谢少侠救命之恩。打完了，走了。少侠，请留步。你的东西，小女子金陵人士，出嫁路上遭匪人所劫，我那夫君又弃我而去，险些清白不保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好厉害的迷眼！你又打我，要么娶我，要么死。要么这样，我也亲你一口，大家扯平，从此两清。你哟，这小两口怎么还吵起来了？嗯，老板娘，酒醒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二位客官，今日本店客满，实在是没法招待二位了，还请二位另寻其他客栈吧。一大早叫什么叫？怎么了？吴大哥，死人了！全部拿下！老大，是胡光。是谁第一个发现尸体的？是我，拿下！且慢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死去的这位军爷应该腿部有残疾。那又怎样？你怎么知道？很简单，你看这地上只有他一行官爵脚印，且一深一浅，所以我断定他腿部有残疾。至于他的死亡时间，应该是昨夜大雨时，面露惊恐，死前定是见了什么害怕。所以你就断定不是他杀的？你觉得这么娇弱的一个小姑娘能有那把子力气？行啊，也不光只是有脾气啊。来人，把他们全部带到大堂，谁也不准离开。